觉得他这个人是非常风趣的，他写东西当然是也是这个文笔是非常好的，所以他可以有的东西呢，也加一点文学的这个渲染，对不对？可以有这种的，譬如他讲到他什么，将来可以埋到邵家的祖坟啦，什么什么，这个也是开玩笑的话。随着邵洵美和向美丽越走越近，盛佩玉终于有一天忍不住在丈夫面前爆发了。现在我只有这种办法，下这个警告给你：如果夜里过了11点你还不到家，那么就不要怪我模仿沈大娘的做法打到你那里去。在这儿，您可能要问沈大娘到底是谁呀？沈大娘是一出戏中的人物，为了挽救婚姻，打上门去怒斥第三者。那么，是什么原因会让他如此愤怒呢？盛佩玉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这样解释道：“像是单身女子，自由得很。洵美，我又不好不放她出去，我应当要防一手的。因此，我向洵美提出抗议。这里提到的单身女子，就是指向美丽。这次家庭波澜以丈夫接受警告、按时回家而告终。不过，谁也没有想到。”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等待着他们。1937年，8·13抗战爆发，在上海的许多外国人开始撤离，而向美丽却选择留了下来。这固然符合她充满了好奇、爱冒险的个性，更多的则因为这里还有她牵挂的人。而邵洵美一家老小则从杨树浦的寓所逃到了法租界，由于逃难时太匆忙，好多家当都留在了家里，包括那台花50000美金从德国进口的印刷机。由于日本人封锁了那一个地区，邵洵美从此未能踏入家门。我们搬出来了以后，自己东西家也没有了，印刷厂这个都没有了，家里头也很发愁。那么已经搬到了霞飞路了，淮海中路了。后来就是听说有这个日本人有这个法令了，就是可以外国人就不是中国人的财产可以在那个第三区搬出来，有这个消息。那这个时候就向美丽出面了，他是美国人。当时日本跟美国还没有宣战嘛，还是有正当的外交关系的嘛，所以向美丽出面把这些东西抢救出来。